但是被你掉好久没看 BB 玩镜了，请问有机会吗？有机会吧，有机会吧。我这个人镜专家，这局可以吗？直接选好不好？ BB 最赞了。这些走队，假 Faker， 假 Faker， 假 Faker 跟假 BB。怎么了？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闪现 A 小兵，他也不会死吧？他也不会死吧？小丑，哇！他们如果他如果配那个小丑隐形衣怎么玩？有吗？刚刚走那玩镜的有学到吗？我这个闪现 A 兵。有人，哎，不是玩好吗？我用那个 Q 弹到第四下，对，然后把那个 AD 瞬间定住，玩的不错吧？好奇怪哦，怎么队友开始就在死啦？队友已经自我静音了。感觉我们打不死他们欸，我们二打二应该是打不死他们，我们会死。哇，一旦有进场就挂了，还好没有什么闪现打野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他那个才是第一时间开啊，没什么用啊。卡上帝直接从后面啊，哇，绝望。差点没事 A 到，还好 A 到就一定会死啊，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W 打到没死。小丑，这也是那个塔利亚在搞心态。我还笑，拔不见色啊！
转啦、啊、哈！那、啊、我把我带走啊！拜拜拜拜拜拜。一波乱流，制裁喇叭人。没有没有，进不需要那个席瑞打，进不需要缓速啊。他 W 就是定了 ，W 就是定 IN 缓，说那个反正很怪。哎、欸，我被反甲打死了吗？超衰的哎、欸！我那个 W 要盯到他的时候，那个 W 效果没了。正常都会 A 嘛，哇！死掉的瞬间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！谁能打分身啊，老哥？哎、欸，我没有人，我没有人！电他一下，电他一下！哎呦，有哦，易大师开砍了、哦！哎、欸，怎么弄？感觉抢线呢、欸，老哥啊！怎么不来抢线的、啊？这些人都不来抢线，就直接被人家带着玩啊！拜托，谁要来？谁要来守巴龙啊？哦、他们打太久吧，他们这个线。剑魔怎么被卡恩利打爆了、啊？哎、欸，白痴巴龙！巴龙会告我，巴龙会告我。哈，哈没了！啊，卡上帝来了，快跑啊！有小丑来偷刺我，三枪都扛不住啊！哇，两枪就倒了，这就是不朽的功。啊，看，那小丑到后期就没那么强。
哦，谁一直在偷射我啊？有人在偷砍我，那我压力好大啊！对啊，他至少偷掉一个艾希啊！砍我两秒都没死，哇！毕竟有不朽盾弓，很稳很稳。哇，哎，他怎么打六万多？怎么那么会洗啊？六万我赞，自夸一下。选得好，选得好，好啦，明天再开啦，明天再开，拜拜，晚安。